不行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得回去告诉他们啊。傻子，你要是这样回去，咱们还有命吗？乌兹雕虽然厉害，可是他们众人一起拥上来，怎可抵挡得了？你说的，瓜子一起吃，刀尖一起挨，我可不能抛下你自个儿逃走了。我姓钟，爹娘叫我灵儿。你呢？你来这无量山做什么？我听人说啊，这无量山上风景清幽，便想着走上来瞧瞧。哎，钟姑娘，你看那是什么呀？糟糕，那定是神农帮在演练毒药，用来对付无量剑的。段大哥，我们快些走吧，别受到牵连。哎呀，这江湖上的凶杀斗殴真是太不像话了。不成，我得过去见他们帮主，告诉他们不可这般胡乱杀人。你要是害怕的话，就在这儿等我，我自己去啊。段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你干嘛？谁叫你出手轻薄下流，伸手推我这儿？要是换做别人，我早把他杀了。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。适才在剑湖宫中，要不是你出手相助的话，我定会多吃两记耳光的。现下你摔了我两次，我们大家扯平啊。你的意思是，那你现在生气了？莫非你打了我，我还欢喜地说，姑娘打得好，姑娘打得妙，我还得谢谢你不成吗？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打你了，你别再生气了。好啊，除非你狠狠地让我打你两下。你打就打，可是可不许出手太重。好，那我可打了。你怎么还不打？就这两下狠的，可疼得厉害吗？我就知道，你这人是极好的。好了，现下啊，我大仇已报，我得赶紧去找那个司空玄帮主了。江湖上的事你一点都不懂，若是犯了人家的忌讳，我可救不了你。我就陪你走一遭吧。走。